好，好，那介绍一下下一首歌吗？好，再介绍一下。我们曾经在那个 Rock 乐队那个一月份的一个节目上面，那个说这首歌呢，说过这首歌是借题发挥，对，他的梗是，就是我们写说这首歌是，没有，是他写。好，你来讲一下，就是对啊，快点讲一下，作者出来，这首歌就是，对的，那是如果说你朋友啊，在低潮的时候，怎么用官方说法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有私人版吗？对，私人版。私人版就是，就是这首歌的意思，就是如果像教授他遇到什么问题啊，怎么是主角的话换人了？这首歌其实就是。就是我以前就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就很感伤，然后就很难过，然后就很不开心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应该要振作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，我觉得我话有逼你讲出来。好，就这样，如果可以去那个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的网址上面有记载的蛮清楚，对， Facebook 可以加入一下，然后我们现在有新的目标，我们已经我们在今年六月起就不要再讲了，不要讲了，你说新目标，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新的目标，那个 PTT 版主知道，对，但是我不往他那方向看，大家就不会认出他是谁，你说我现在看那边的一个，对，好，下一首歌是叫做《白油伞》。Give me your thoughts.
么早就聊到今天会发生这种事？